要表演一首史卡拉蒂的奏曲，跟一首肖邦的夜曲。是，那这两首都是呢，我们姐姐这次要参加七级检定的考曲，所以我们先让她在这里呢先表演给大家听。对，那他已经大学毕业了，然后就是打个广告的。后言之语也有在教英文，我也有在跟他学上英文的课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也可以跟我打听一下他的消息。然后另外那个要我帮你介绍交友嘛。